褐红色的背上点缀着七个黑色的斑点，就是可爱的七星瓢虫。今天艾米教大家如何手绘这个小动物啦。先用小鹿圆笔沾取小鹿角胶的草绿色为甲面上色，不用整甲上色，在颜色边缘处往上刷，形成渐变效果。找灯，用同样的方法重复上色，找灯。为了让渐变效果更好，可以重复上多两遍颜色哦。找灯，刷上封层，照灯。接着用小笔沾取白色彩绘胶，画出瓢虫的肚子，不要过大或者过小哦。照灯，用红色在肚子外圈进行上色。然后用封层将颜色往内晕开，找灯。接着用黑色彩绘胶画出头部和脚，用点珠笔沾取黑色彩绘胶点出瓢虫身上的斑点，照灯，然后刷上封层照干就完成了。可爱的七星瓢虫慢慢在叶子上爬动，你喜欢这样的小瓢虫吗？喜欢就快跟艾米学起来吧，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